沈小姐，沈小姐，殿下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毫无消息。殿下，沈小姐会不会被陆远抓走了？殿下，出大事了！何事？昨夜，陆远带着廷尉包围了驻防，当场抓获沈廷章和沈直父子。 并搜出四仙剑，刻有隋远军标志的玄铁剑，人赃并获。现在沈氏父子已被打入廷尉，我就说他们昨天不应战，这摆明就是有更大的阴谋。我现在就去找四哥。殿下，昨天沈氏父子被抓时，彭城王也在场，四哥也在场。这个彭城王，一定是为了包庇陆远，才要沈将军顶罪的。 霍云，你先别冲动，你先带着那些匠人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。我担心陆远会对你们赶尽杀绝。好吧，殿下，驻防的事我比谁都清楚，只要需要，随时找我。好，一旦有沈小姐消息，立马通知我。好。看来沈氏父子这一劫，怕是躲不过了。你还说，若不是你私自撤兵，沈将军父子能被抓吗？ 属下知错，但孙太妃之意，属下不好违逆。陆远早就在布这个局了。属下探查得知，驻房原本有很多个出入口，但都被堵死了。现在只剩下了姑娘留下记号的那一口。好一招请君入瓮。还有什么新发现？驻房附近。 发现了很多被刻意隐藏的脚印和车辙印，想必应该是从驻防运出过很多重物。陆远日夜赶工，不会只为这个，定有大量的兵器被运出。你继续追查，这些兵器是运往何地，给何人所用？这一定是陆远更大的阴谋，只有彻底查清。 才有可能洗脱沈将军的罪名。是。那位姑娘，可有什么消息？还没有。没有消息，也许就是最好的消息。留意小舟，如果她出现过，立刻通知我。是。殿下，王妃有大碍。 王妃之毒中的十分蹊跷。你查出些眉目了吗？臣医官说，那瓶毒和王妃喜欢的菌菇汤一起服用，就会产生毒性，中毒之人表皮虚浮，气血逆失，看似毒性凶猛，内里实则损伤甚少。这下毒之人心思缜密，又对王妃的起居十分了解，但是似乎无意要害王妃的性命。无意害她性命。 母妃，你为何让季树撤了丹阳驻兵啊？你也知道那是丹阳驻兵啊，那是你可以私自调的吗？私自调兵那是重罪，你这么任性，王妃，你可曾想过后果？那陆远私造兵器，草菅人命啊！你闭嘴！你私调兵马。 贸然的围剿，即便抓到了陆远，那也会落个图谋不轨的口实啊！锄奸匡正，儿子职责所在。母妃，你费尽心机的阻止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今天能够安然无恙的站在这里。 就是因为我的费尽心机。你去哪儿？我现在就去告诉四哥，这一切都是陆远所为。
跟沈将军毫无关系。萱儿，你四哥之所以什么都不告诉你，今日也不肯见你，他就是不想让你插手陆远的事，你又何必首当其冲、一意孤行，让母妃担心呢？ 母妃真的累了，我求你了，每次行事之前，能不能为母妃想想，不要再贸然涉险了。母妃不求你能与陆远相互帮扶，但至少可以和睦相处，不要再生事端了，行吗？母妃，道不同。 不显为谋，儿子恕难从命。萱儿，身在皇家，谁都不能轻信。 你最亲的人，从来都不是彭城王。萱儿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你应该明白母妃的良苦用心了。母妃，。 四哥，沈氏父子已经入狱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你难道就要这样为求自保、唯唯诺诺、拒不不前，就是不肯痛下杀手？崔太傅被害，沈氏父子被害，你还要多少人被陆远害啊？我问你，为何私调丹阳驻军？为除陆远，我在所不惜。皇上如果知道了，这便是谋逆之罪。难道就让他这样一直嚣张下去，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他？ 为什么不吃啊？爹，快吃，这会是场硬仗，填饱肚子才能打。爹，彭城王此次的计划这么缜密，都还是让陆远钻了空子，还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是卑鄙！我担心。 不用担心，相信彭城王。爹，您在想什么？你妹妹，离歌。爹也不知道。 离哥怎么会牵扯进这件事来？他和陆远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怨？不知他现在如何了。如果真的落在陆远的手中，爹，我也正想不明白，那日彭城王问你为何会出现在栖霞山，您为何不说呀？不可，离哥即将加入彭城王府，牵涉甚重。 此事如果张扬出去，陆远一定会利用离哥大做文章，只怕会影响彭城王和我们沈家联姻的初衷。眼下，形势对彭城王、对沈家都十分的不利。
不可再多生事端，儿子明白了。 紫金姐姐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呀？啊，我刚刚经过这里，听到这里有动静，就进来看看。哦，想必是刚才起风时门窗发出的声响。还是妹妹细心，妹妹为何深夜未眠啊？爹爹和哥哥。 深陷囹圄，妻儿担心，却又无能为力，想去佛堂为他们抄经祈福。妹妹不必太过担心，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嗯，今日多亏姐姐，不然以风儿那个暴脾气，不知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呢。可是紫金姐姐。 你不顾世俗礼仪，留宿神府，妹妹担心，要是传出去，影响姐姐的声誉。待人以诚，处事以礼，不求锦上添花，但求雪中送炭，乃侍女德行，我自己问心无愧，又怎么会在乎别人的世俗之言呢？姐姐，你真是女中豪杰。<笑>对了，我还要给夫人送点心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走吧。